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73集。今天给大家分享 SS93 号的 Hara 热破。变形金刚第五集里头出现了一个博派的战士，他是呢以兰博基尼的跑车作为载具的黑色系的机器人。那设定上，他跟 Bumblebee 好像是多年的老战友。虽然名字叫 Hara， 但是跟 G1 里头那个 Hara 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在变形金刚真人电影里头呢，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名字跟 G1 的角色一样，但其实设定上、载具造型，甚至是一个说话的方式啊、性格，设定上都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在变形金刚世界里头呢，也并非是只有真人电影了啊，有一些相同的名字呢，也是换了一个作品呢，就完全不同的设定啊。比方说这个 Will Jack 千金岭。在领袖之证呢，他就是一个剑客啊，而不是 G1 里头的科学家。那我们的话呢，来看一下这一款目前非常抢手的家伙啊，台币目前涨到比原价还要高，将近1000块钱，甚至不一定1000块能买得到。我说台币啊，那它到底好在哪呢？我想第一个，它的前辈们啊，变形金刚第四集还有第五集的模具呢，我就不拿出来了啊，都没有这一款做的还原。再来，以他自己的表现来说，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高度，尽管有一些偷胶的部分啊，像是这个手臂的内侧、大腿的内侧啊，还是有一些，还有髋部的球形关节，这个比较扣分一点啊，目前已经稍稍有点小松弛的状态。那他的身上的关节呢，有些地方比较紧，有些地方呢就比较松一些。整体把玩起来的手感称不上很好。再来，变形虽然很精妙，但是呢，由于零件呢有些地方过于偏小，所以在把玩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手感上稍稍欠缺火候。那以造型上，除了手部这一块比较碍事之外，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了。那门板手其实是可以转动的，所以呢就不能说它是门板手了，转个不同的角度呢就很好看。那内部的细节各位可以近距离看一下，也算是表现得相当好的。那腰身可以转动，拳头可以转，那这个髋部这一块这个已经比较松弛一些。腰身转动的时候呢除了变形之外，其实平常的时候转的话呢，转太过分的话好像腰切断了，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这一块轮子往外推一点啊，才能够实现膝盖的弯曲。那基本上这两片塑胶已经摩擦了啊，所以感觉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这里有一个多重关节，因为变形的需要，这里需要多重的折叠。待会各位看一下变形就知道了。背包很干净，两片的小翅膀，原则上是应该扣在下方就行了。你也可以把它往上转出去啊，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类似于是大黄蜂的这个翅膀的一个方法啊，完全可以。如果您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当然也是可以。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到，它附带了一把枪，这个也是变形金刚第五集的时候啊，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第四集它根本没有登场。我说第四集它有模具啊，我脑海里想的是 Lockdown 这个枪啊，第五集的时候呢是没有附带这把枪的，那非常令人发指。这一次则是完整的把它给补上。那这个让配件包的公司们少赚了一笔啊。然后背包这个部分，这里是要把它扣上去的。它这里背包的话呢，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个灰色的凸，它要扣在透明部件的背包上。那我这样变我也不晓得对不对，这两片部件折进去是折在这里，而不是包覆在透明部件上面啊。那胸部的话呢，在变形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是一个真胸的设计，所以算是会受欢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头的话呢，先把它翻转180度塞到这里面去啊，因为我怕等一下忘记了。那我们变形的时候呢，是先把这个部件翻折过来，再把轮胎给翻折出去，然后呢这里后面这个部件推出来，那另外一块部件在这儿也要推出来。那这块部件呢没有打这个插栓，所以有时候它会喷溅啊，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整个部件要到以这一块为准啊，整个的把它往上面推上来90度，这个转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转90度转到内侧去。那这个转法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外面的时候就先把它转好啊。我这样子变的话呢，是方便各位理解。那这里扣不上没有关系，暂时不用特别管它，无所谓啊，因为我们可以最后的时候呢，在整个车形态下的时候呢，再来做严丝合缝的一个密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个部件这里脚后跟翻出来，还有一片部件在这里也要记得翻出来，然后转轴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这个时候先把它转正了啊，然后再把它整个给转上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我的感觉的话吧，这个时候的话呢都不容易扣上，所以也就暂时先把它做个样子就行了，两腿中间做个合并，后面的这个尾翼也一样做个合并，然后两腿中间这里一样通通做个合并。它的变形的话呢，虽然有趣，但是零件实在是太小了，在推移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样的舒服。好，再来我们怎么做呢，把腰部啊、先把这个两片小翅膀往上推一些些，方便我旋转腰身就可以了，旋转腰部。再来怎么做呢，这个翅膀里面的这个小部件推出来，翅膀往下面按下来，按下来啊，跟后面车子的后方这里啊靠位靠上去而已。再来怎么做呢，把这个整个部件挑起来一下，然后呢整个部件贝壳往下面转，转到侧边的时候呢，方便我们把这个部件给推出来，再转一下啊，再把这个部件推出来。我的变法是习惯这样了啊，然后把整个的盖过去，往下压下来。好，变到这里的话呢，先把整个车顶盖给压平，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严丝合缝，这个地方把它给放进去，放不进去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你稍微做个调整就好，最后再来做一个压合都可以。再来呢做什么呢，把它的这个从这里捏住，把它整个胸下这整个部件给翻出来，里面这块部件呢先挑出来，整个挑出来，两片部件打开，然后呢它是一个真胸，两侧打开。好，到这里啦，头不是这里有个凹槽吗，稍微的把这个头啊给按下去一些些，整个部件翻上来，最后怎么样，这整块部件大反转上来，车头先往下压一些，我们先把车头给整理出来，到这里，到这里，因为它这个胸口是可以推移的。好，引擎盖大致上 match 好了，再把它给往前面压下去，不对，我应该说往后面压下去。好，到这里它的整个车型已经差不多完成，最后就是把手给收到侧边，那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凸在这，像针一样一个凸在这，它要扣这一块部件翻出来，这里有个洞，那我们就是锁定这个地方，我们把手胳膊给放下去，那这个转动一下，它的形状你一看就知道，这一定是在侧边，然后呢给放到车子的底盘下面去，那这里上方有个凸，下方有个凹，这里是要扣的，这里要扣进去，后方这里一样有一个由下往上扣上去，这里有一个咬合，这里扣上，然后后方这里扣上，最后这里刚刚有提过了啊，上下方里面有个凸个，然后扣上去。好，基本上呢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去锁定这几个位置，如果说变形的推移顺利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一次就全部推进去的啊。感觉我的声音很疲劳，对不对？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疲劳，对吧？好，这个手先把它给放下去，然后这个部件推出来，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就不要特别去对啊，我们就直接对中间这里，中间这里推上去。好，后面基本上呢都会到定位。好，最后车头这个地方，车头这个地方这个组合比较重要。好，扣上去了车顶，那前方都捏好之后，我们再来看后面这里，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说先随便放一下就可以了，我这个位置，因为前面的一个位置已经到定位了，所以后方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力的把它给捏上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载具的一个形态
首先，大小尺寸应该也是跟现在标准的 Deluxe 等级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那它的轮胎的滚动性呢，并不算好，后面没有问题。前方的话呢，是它本身的滚动性就很差。你看我这样子推，它基本上是不论往前还是往后推，它本身就不是很流畅。那你看后面这个地方，推起来的感觉很明显的不同，很明显的。那前轮的推动都比较差，后轮的话还可以。然后它的底盘，我们可以看到它机械的手臂基本上比较没有参与到变形，直接收到车底就好了。那腿部的变形的话呢，是脚掌的收纳方式。那最妙的还是它的一个算是这一块引擎盖的中间这一块藏到胸口内部啊，是它最大的一个乐趣的一个点。那由于它不是这个它这个透明玻璃啊，透明的部件不够黑，所以呢特殊角度你看到里面是一堆的像机械一样啊，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尾翼的话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小尺寸对还是不对。它的后方的话倒是有把烟这个后面的排气管是不是硬是把这三个给做出来，可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兰博基尼的一个象征吧，是不是啊？那它的武器的话呢，扣在后面这里。那以外挂的武器来讲，这个还不算太蠢啊，放在后面讲其实还可以勉强能够接受。那兰博基尼的车型好看是完全不用怀疑的啊，这个犹如鲨鱼的头一样的一个造型啊，整体来说它的车型我认为比人形可能会更加的好看，有一些裂缝啊，但是影响不大，只要这个车头像就很漂亮。武器的收纳啊也是在及格的收纳了，我感觉。那么人形也好看，变形也是有趣，但是它差就差在说啊，变形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容易去喷溅啊，特别是这两块。然后轮胎的滚动性欠佳，其他的话呢就是价格太高了啊，可能这个我相信也是供货过少的问题而已。单纯以这个玩具的质量，虽然做的还不赖，但是你说要高过台币900-1000，我还是觉得是有一点点夸张了啊。那也算是这一波的玩具里头目前表现来讲，整体来说还是比较 OK 的。如果说价格合理的话吧，把它买回家应该是不会吃亏的，基本上正常价格，就原价的可能7折-8折来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要期待，也不要期待太高啊，因为它变形的把玩的手感还是差了点，特别是我刚拿到在把玩的时候，它有刚拿到把玩的时候，它确实有多次掉件的情况。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